这是孩子的叔叔，我是孩子的亲姑，我俺哥俩一块儿那孩子呢。哦，就是说你不相信啊，能相信吗？一个大学生挺聪明的孩子，哪考虑都孩子都这个情况。您是把孩子的骨灰带回来的是吧？我带回来的。那孩子的父母呢？现在什么情况？他啥来着的？孩子骨灰买了，那就买了。你那来不买干嘛呢？下去来拜祠了。当时文清给咱们很多相应的暗示，您可不可以梳理一下到底有哪些暗示？就是说他给他母亲最后取包和打电话的时候，就是说任何人给你打电话都不要省这几千，不要打钱。当时他母亲还没考虑这块，同学们他出事前几天他们也有联系，他们也没心思的这一块，但是说法属于不正常，往常的那个交流谈话不一样，所以说被人被这个传销组织控制以后啊，他都受的不自由了，想说他也不能那么说。现在文清的父母啊以及他的亲属是什么样的状态呢？他现在他的父母状态很不好，因为毕竟50多了，作为农村这一块儿，这个地又不多，这个扶持孩子念大学这么多年，投资也很大，到了即将开花结果的时候了，毕业出现了这种情况，他的父母打击太大，也经受不起。但是看见饭馆，他没有心情吃饭，咱说对。就制品平台，对，您的责任是推脱不了的。这个招聘网站，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的老总赵总，我想合作共同的还原这个孩子的真实的这个情况，共同协助。那意思呢，能给家属见个面吧，给家属一个安慰。那意思呢，不说不伤，他说一个慰问。慰问一下家属，并且给孩子们上上香。这个作为家属来说，诉求这块儿，这个他的私隐要落到实处，这个侦破这案子，给家庭一个说法，甚至说这个。给家属一个补偿，因为家庭受到打击太大了，这个家庭都，哎呦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